大家好，我是义山国家公园巡山员，母鹿名字叫林立，方有水。这个我站在这个东部这个地方，这个东部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尤其是这个登山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登山口，在五六十年代，这个步道是很盛行的，每天都有山友进进出出在这个步道里面，这个是要前往玉山、前往南二段、前往马波峰段都可以，通往花莲、通往台东、通往高雄的一个步道。谈到这个玉山，我就想到我们的布农族没有文字，所以我们老人用口述或是口传来诉说我们布农族的生活经验以及历史。所以在过去洪水时期的时候，我们布农族是从平地慢慢的移到山，他们看到这个沙维亚这个地方就是高山，他们就前往这个沙维亚这个地方，原来沙维亚就是玉山这个地区，所以他们在这个玉山生活，与动物一起生活，这个画面是非常的和平，非常的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部落是布农族，曾经先到达这个地方的布农族叫做伊斯能冠，当时他们就居住在这个地方，也是在清朝时代的时候，吴光廖带总兵也是居住在这个地方，为的是要开通一条路从西部通到东部，他们开通完了之后，日本人占领这个台湾，日本人他们有理藩政策，所以他们开通这个一条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条路是日治时代的所开通的，所以为了要把好管理，所以把在中央山脉的原住民，尤其是在乐乐以及沙里仙这个地方，日本人就把他们移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部落。现在我们所站的地方是可以看到这个枕有兰溪，这个枕有兰溪它的源头是从巴东关及金门桶它流到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我看到了这个枕有兰溪，我就想到我们的布农族猎人，他叮咛了我们要尊敬山，不管是小溪一般的溪我们都不可以侵蚀它，所以他告诉我们山是我们布农的伊斯纳丹，伊斯纳丹就是生命的来源，所以希望我们山友们如果是进到山里面，也要像我们布农族一样的尊敬大自然。现在我们站在的位置是父子断崖，在过去布农族猎人他们一到山里面打猎的时候，他们都是10天到15天，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一到这个地方，他们所猎到的那个动物很多，他们就会到这边马上鸣枪，可能是如果五六个人的话，他们就会每一个人都鸣枪，然后妇女们会来到这边等他们。他们妇女们就有已经准备一些酿的那个小米酒，然后他们就在这边一起喝，喝一点那个小米酒，然后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要让部落的人知道说他们已经回来了，已经从山上回来了，所以他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呼喊，就是马奇鲁玛呼喊，让在这个部落的人以及在山上工作的人知道说他们已经回来了。当他们马奇鲁玛是这样子，哦 no。若有时间，欢迎来到东部这个地区，来了解一些布农族的文化以及自然生态。米红米上。